我们现在选择7月1号来合卡，记一下啦，记一下啦。哦，我们的卡片都解放出来了。诶，蓝的呢？哦，没有，没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八，如果这边重弄到一张的话，有机会弄3次哦。来，今天我们先来试水手气啊，再考虑一下存70万。我有存70万，我有在存。哎，第一个就是闪电的，哇，又白色了，绿的吧？哇，哎，我拿600哎，我靠，600哎，啊呢？来，我们现在合成了，合成合成，先从这个绿的开始啊，我们一组一组来，就是顶多花了一些那个时间这样子，死去了，死去了，开抽！哦，那我希望结果当然会是好的啊。OK，这两次都是一个失败收场。来喽，Go！这有机会了吧？哇，又死掉了，没关系，现在死掉都是为了等一下的铺路啊，哦，都是为了等一下铺路。这一张应该有机会的，对，来，Go，合成，还是死掉，嗯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连续几次啊？1、2、3、4，哎，4次蓝哦，应该是4次蓝都失败。那我们现在合红了，这边有3张，这3张是我之前用，哎，我的分身，把我分身上的那个变身币全部把它清掉，然后这3张也是我昨天把我分身上的变身币清掉，弄出来这样子。大家觉得要怎么合？金光闪闪这样子是不是？白金一起，好，Go！各位，今天的第一次合成，刚才已经连续失败四次哦，这一次总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3、2、1，开卡！哦。死去，好，来，第二次这个合成红变，3、2、1，Go！我看，好惨呐，只有一张巴风特在里面晃啊，而且还没机会开新卡池啊，死去了，一卡不剩啊，一卡不剩。一卡不剩啊，GG 了，空气。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，说真的，因为上次合成之后，那个欧洲的那个非洲命哦，就一直没有解掉。所以今天是在，今天我刚讲嘛，一开始我就讲了，我自己记自己，哦，自己记自己就是这样。来一波，嗯，不错，几率不错。这个有了吧？还没有哎，哇，这么多蓝还没有哎，这几率真的不错，还没脱离这个非洲哦，我现在很冷静。第9次合成，Go！哦，失败，第9次失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让它失败。我先把白变弄掉。连白的都失败，1、2、3、4，没关系，你再失败，继续，刚第9次哦，来第10次，哦，第10次成功了，OK，可以，第10次成功了，来再来还没，第11次，Go。这个没有，再来第12次，哎，刚刚那个没有，还真的蛮瞎的，这个有没有？一样没有，哦，一样没有，哦，技改完毕。最近这个合成真的是很硬啊，真的很硬啊。
来，今天到底要抽什么东西？哦，今天手气已经，我们回城几次失败啊？蓝变两次，蓝变几次？四次都失败嘛？蓝变蓝娃，蓝娃没机会，蓝变都失败。哦，我们这一次给我个好东西吧，是不是？来 ，Go！ 来了哦，我们要开了，不啰嗦了。三二一 ，Go！ 霍西斯步枪来一把，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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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高级变身抽卡，我靠！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没有抽到啊，现在要补我一刀的意思，就对了。起码这洗杯补我一刀，安呢？这个要补我一刀，让我开起来抽，然后又抽到白的，补我一刀。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给了，那我就狼人高级抽卡箱狼人啊，我蓝布换一张狼人，一张蓝布换一张狼人，蓝布换狼人，你敢信？